好了，那至于如果他放不下，那是他的，但是我不还债不行，但是也透过这个因缘来度因呐，所以各位爱修噶呢，菩萨爱修噶，个台修就要度因，了解吗？啊，好事，该淡乱来生意就要度因，所以为什么说要成佛才有办法？你一定要成佛来轮回，该结婚该冤家，这叫缘分。世间人是有分别，善跟恶，菩萨没有分别。因为这一千只猪要被杀，你别抬，别杀，别杀，我来抬，我来抬，啊，我来做这个抬，抬完以后，因为好你抬比超多啊，造成这个越大的恨，我来抬也超多啊，想想我来抬，因赶快替我报冤仇，可能我买落地噶，但是我也在落地噶去度众生，将来你来给我讨，我度你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爱菩萨。懂了没？修开的阶段不干断，但你没有那个阶段，不要做这个事啊！能杀能盗能淫啊！但是那个是最高阶段了、啊，所以他们说藏传佛教双修，我也没有赞成，没有否定，但是双修，除非你是佛，如果你不是佛，那你修到地狱去吧！啊，如果你是佛，没有人会管你这个事情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是。但是如果你穿这个衣服，那对不起，不行，双修。你别该结婚，那是双休吧？你也敬雄哎，但是你穿出家衣服不行，你不能讲出家衣服谈双休，这个太违背佛法了，啊，这是利用佛教。所以今天嘛，各位还是，所以出家人，你看到出家人有亲切感，我认为这也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能心里在想那个事情，啊，或是去设计这个事情，那这样呢？其实你没有跟他怎么样，但是你那个念头就会干扰对方，安尼有信无信？啊，你就偷偷啊，叔啊，你给你偷看哦，然后呢，那个念头就不好了，会记得哦，啊，所以我有时候讲啊一半，哎，那咧想哇，个人咧乱想哇，啊，这个皮肤痒就是淫欲的念头，情欲的念头，本来就没有蚊子怎么会痒？啊，那这个情况。哎，各位不要起心动念啊，免得因为站在解脱道都能起性行为，但是站在佛教离开一个菩提心，用私心去看对方，对立的心态，那就破出家人犯恨了。啊，这出家人的修行，你看不起他也会心里不舒服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破坏他的清净嘛，他内心本来很极静的被破坏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条，大家看你什么角度，但是不要，至少不要。搞男女关系啊！各位最好这个月受八关斋戒，那站在大乘佛教，今日爱过午不食，平常时啊，你暗顿会使食，咱三顿拢食素食，保持慈悲心。我看即马真侪人啊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，啊，你就离开佛法啊！你离开佛法，佛安怎想，地藏王菩萨安怎想，咱就安尼去做，去对待众生，安尼咱嘛自在，别人嘛快乐。啊，你的想法，我的想法，啊，大家都笑吐啊！他的观念都不更换了啊！查就查这些所在啦，所以那大家要一止三宝啊，大家都别修徒，宗教跟宗教，道场跟道场就没有对立，不然我说你那个法门，我这个法门，你那个宗教，我这个宗教，那大家都是一个人的想法、心的想法，而不是真理吧？所以不能够离开真理来守戒律。那什么样的心得到什么样的功德？世俗心、世俗的福报，该脱心、该脱的福报。菩萨心、无上菩提心，那福报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所以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各位当遍缘法界啊，法界有十法界，对三宝的尊敬，对菩萨的感恩，声闻缘觉尊敬啊，六道众生乃至呢，这个五洲世界、地球世界、台湾世界，那你都要花草树木也好，有情众生都升起菩萨菩提心。我承担伊个离苦得乐个责任，要予伊幸福。敢若咱照顾咱个老母，照顾甲伊断开吼，咱嘛阁照顾后世人去，安尼啦。用咱个一切嘛，要甲照顾，予伊快乐。所以用这种无上菩提心来起一条界，超过几百个阿罗汉清净个功德。阿罗汉是为家己啊，那菩提心一条界路就超过所有阿罗汉个功德，因为是为众生啊。才是平说在啦，大家真心的按照这样去发愿。这个发愿不是念，而是我要去实践这个愿是我敬畏来记，我不生气。那你既然发这个愿，你就你知道，你敢发愿，你才做得到。
你不敢发愿，你不可能做得到。那就算你发愿不小心犯了，你赶快会忏悔，啊，那不然你不发愿就给自己借口，不断的去骂人。所以各位，我想这个是共愿，还有别愿，爱没人诶，对，给你感谢，没没人，啊，欠贪的，哎呀，报喜，爱生气的，唔通生气，买笑的，冰端笑的，啪，爸爸跟笑，啊，红爸嘛咧笑，安尼你面要咧修行，啊，我囡仔定来去用骂，面傲面臭。听拢无安尼，啊，我袂使吼，啊袂使面傲面臭安尼，所以其实唔是咧骂我啦，是阮老爸咧骂阮老母啦，对不对？阮老母就不爱插伊啊，所以我囡仔拢要背这股面傲面臭，哎，这听起来很痛苦的事情啊，啊，但是呢没办法，因为我妈妈不快乐啊，那就像，所以各位呢，你要发愿，我不爱面傲面臭，你敢骂我嘛？你该求啊，你过来斗地。那你要发愿，不然你做不到。你发愿，诸佛菩萨、护法神，你有个愿，就有护法神帮助你。如果你想要去生气，护法神也会提醒你，提醒你卖生气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发一个愿讲，护法神，那我哪个要生气吼？我手在咧疼啊！你该发完，你就讲，哎，过来啊！你的念头又起来了。那不然这样，你就不进步，要。所以发完愿，又要发你自己个人的愿。念一下：愿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，众生平等，互相爱护，成就佛土，共成佛道，普度众生。嗡菩提吉达，摩诃巴，怠亚弥。所以各位要不断祈愿，世界各民族各宗教手牵手站在地球世界，大家包围世界手牵手，好不好啊？我们要观想啊，哪一天我们台湾跟大陆手牵手，吉猴里坦吉猴阿坦，对不对？互相尊重，互相保护，互相尊重对方的一切啊。然后呢，只要是善法，只要是很好的宗教啊，全世界的人不分天主基督教，大家都互相爱护，大家要不断的这样祈愿，一直到整个法界，整个法界啊，修身你要对自己好，我不爱生气，我要和平，我要有爱，然后我也希望别人也爱。你别再说愿世界和平，我等下你敢骂，原来你是制造不和平的人，所以你要从你的心，从你的脸，从你的语言，从你的行为，一影响一。啊，影响爸爸，影响妈妈，先生太太啊！你讲骂对方就生气，你想要要讲骂，你就卖讲骂，讲话讲较好听，微笑较好，上一 level， 你要改变对方，要用爱，用柔软，用慈悲啊！你改变了，对方会被你改变，你了解不？啊，千万不要一直指责对方，世界和平是不是？然后自己在那边杀生吃肉，搞邪淫贪污啊，暴力，甚至拿了枪，世界和平。你怎么和平呢？你拿着枪对着我，你怎么和平呢？那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虚伪，不正确了啊！和平是我们放下对立，放下武器，放下嗔恨啊！你心和平，给人家感受，行为也和平。所以各位同修爱作者，来，从今天乃至近未来记，绝不伤害任何众生。记得观众多啊，皈依三宝啊，一定要发这个愿。我宁可去用拍，去用打，去用骂，我拢袂。各位，后摆恁查甫的朋友给你放散，要不要恨他？忍着祝福他。你蛮恶心的，只去用唱去，忍着祝福他。啊，都是讲你的免忍嘛，因为咱在讲哦，我过一个忍嘛，我都在修无形法忍嘛。但是绝对不告他，不伤害他，不批评他。啊，所以我也希望各位不要去看那些喜欢批评来批评去的言论。修行最重要，这三个恶业，火力就赶快堕落三恶道，烦恼让你内心乱，习气让你永不成佛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消恶业，断烦恼，改变习气。那边要改变，那你要好好的持戒啊。所以有些人守了八关斋戒好多遍了。这个恶业烦恼习气，我都看都没变啊，你跟他面老去，不然你是要安怎呢？啊，你那呢如如不动，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哎呀，令我们伤心啊！所以各位，你要让你的书较长寿的、较快乐的，
就是你有在进步，你有在进步。你爸母呢，看到囝无在进步，嗰咧跋脚啊，爸母足伤心的，足艰苦啊，了解吗？所以咱要祝福那三宝，大家快乐啊，大家舒服，拢健康，祝福啊，你就不要让对方伤心，也不能让诸佛伤心啊，你都要进步嘛。啊，恶业要消除，不要再造恶业，要造善业，烦恼要断除，只有保留智慧，啊，这个习气要改变，啊，要改变，要柔软，要学佛陀的习气，不要有个人的习气，啊，佛陀的习气是大慈大悲，开的开脱都名为净住，各位今天就是阿罗汉的清净跟功德为净阿罗汉住，站在菩萨道大乘佛教，以阿罗汉这个清净住为基础而升起了长养成佛的善根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。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